前段时间在某演技综艺里，凭借着对抑郁症女孩的完美呈现而让于正老师都忍不住看哭的赵露思，日前一改综艺里的抑郁形象，梳着元气满满的花包头，穿着公主裙，变身可爱萌妹子，现身北京某摄影棚拍摄广告。当天披着牛仔外套来到片场的赵露思，低头看了几眼手机，便被工作人员叫到了摄像机前准备拍摄。只见赵露思仰着头认真听导演讲完拍摄细节，之后才脱去外套，露出漂亮的肩部线条，让造型师给自己补妆。待一切准备就绪，赵露思笑着点点头，让自己快速进入到拍摄所需的情绪中。拍摄期间，在按照导演指示完成各种表情的赵露思，还不忘对着旁边抖动两下眉眼。这般游刃有余的小表情，赵露思同学，既然演技那么好，咱以后就多拍点戏呗。桌子前的戏份拍完后，赵露思来到旁边坐下，来回扭动身子调整好方向，接着双手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纸牌，在导演的开始声中变身爱情骗子，疯狂融化粉丝的姨母心。